岁生日，恭喜建庙完成吉祥天，妙境四福消灾天，大天顺寿新威现，合境平安应丰年。今日乃是中华民国112年，生日岁是癸卯年，每月30日，弘扬地震府，建庙三载完成。民主好千岁，弘治大天顺寿，平安四福妙境，过境咱大寮八德宫。在两中庙的位置是新瑞县的啦，一来强记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一笔消散顶丰盈，未来中祝着咱大寮八德宫，新瑞县县慈悲济世，中务发展，优惠万年。再来去求两中庙中新瑞县的啦，必有落下神仙。合境合家平安顺遂，身体康健，事事如意，八节有庆，求财得财，求利得利，蓝天白云福禄千祥，大家愿心公派吃饱饭，合家平安大赚钱，红叶天顶好主任委员安云秀云，副主任委员安建和帅本庙，各级主任员接受三鞠躬的仪表敬意，一鞠躬，再鞠躬。三鞠躬，内行，马上吹起。弘扬地震府在此哦，啊，感谢着八德宫哦举办哦，啊，这家咧仪庆上这家，有用到本庙红旗，啊，在此用心哦，不少的所在，新的所在，请多多海涵，多多海涵。Thank you.
诶，这边都可以多一盘。
晚情人会有好吗？贪心的晚风，别有灵魂他，将他收归浑浑悠悠，会有会有方法。悲痛的晚风，不应抚慰他，无意的一生护着心中的他。
Thank you.